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齐虎章，我是黄培硕。如果大盘今天谈到已经又来到一万点哦，10039，那当然这个大概也谈了1500点了哈，谈1500点。整体来看，你从那边12197到这个地方，大概跌了3700点哦，大概跌了3700点，谈上1500点，也将近一半哦，还不到一半。可如果说以这一段来看哦，这一段是11，这一段哈11525这一段，这一段主跌这一段的哈11525下来的话。这样的话大概3000点左右了哈，大概3000点。那3000点刚好弹回来，大概这刚好一半，好，刚好一半哈。如果这个脉动，这个脉动大概3000点，好，那你3000点，那弹回来大概1500点，大概一半。这个地方哈，大概如果说它是一个反弹的结构，你要去注意哈，它这样的弹的一个幅度是不是差不多了？美股也弹很多，包括美股的部分哦，有没有？美股其实它近期也弹了很多了哈，也弹的幅度也算大。那当然，其实道琼弹的还，这个是一个关键。如果说它走五段，这边一段、两段、三段，然后弹回来四段，这个不会重叠。好，那可是到来看一下纳斯达的部分了，一样这一组哈，这一组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弹回来。那如果说它是一个一二，如果三段，那当然也是会震荡、震荡往上。你如果五段的话，这个弹回来大概这一区也不会重叠，也快到了，也快到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你要特别谨慎小心，就是说它如果是一个反弹的结构呢，这个地方高点就有限，要注意到这个重点哈。如果它是一个反弹的结构，当然这你要马上下来，你如果直接很快下来，当然是另外一个推动往下，那是一个另外一个等于是一个下跌段。暂时啊，我判断发生那样的机会其实并不高，不高哈。也就是说它有机会再持续震荡。那老师啊，如果一直这样久了，那这个就怎么样？就只有三段而已哦，它就不会走五段了。同样，你这个地方像是美股这大纳斯达的，它如果一直拉在那边，这一头它直往下，那当然就是一二三四五，当然就很漂亮哈、哦。这个斜率，那可是呢，这个我判断它可能性不高。那你那边混久了以后呢，怎么样？你这个混久了，变成说它这个就一个是只有一个三段而已，它就有一个三段。那三段以后怎么办？如果是三段以后怎么办？是不是马上回升？不是，这三段以后，比如说三段这个 A， 那可能它开始做一个这个很大的逆坡，这个大逆坡是不是上下上下这样子的架构？这个结构，道琼也是一样哈。这刚刚你谈的好，那我们回到台股的部分。如果你这个台股的部分，现在也谈了1500点上来哈，如果现在也谈了1500点上来，那。当然，这个是整个长线的部分，你要有一个蓝图啦。实物操作，我们看比较短线的部分，好，比较短线的部分。那我们看到，其实关键有一些关键的那个脉动，你要看出来。像这个起跌下来，这个关键这个脉动，这个一个小出跌段那个脉动。好，我说那个魔鬼藏在那个细节里面，那个小脉动你要去推敲出来说，哦，它后面有那个巨大的浮流。哦，你要特别想，像是3月9号、10号这个脉动，这是15分钟线，它是一个很漂亮的推动往下，所以我们才定调说，哎、欸，它是一个主跌要下来。我头过下来很多了哈，下来很多，现在好几千点，好，这不管。那现在重点就一路下，都一路追踪跟你就追一个脉动一直下，还没走完嘛，走到3月18还差这一段嘛，有没有？我说这个是12345段这一段，那这一段走了到39见对，目前最低是8268。好，也谈了1500点上啊，好，那这个就完整了嘛，一二三四五，有没有？好，一二三四五嘛，好，一二三四五，那三里面一二三四五，哦，这是完整。我说它结构完整，哎、欸，我强弹嘛，就一路弹。那弹的话，有没有？就一路弹，那弹就给你追踪弹的结构，好，不管。现在就是个脉动走完，好，这个脉动走完怎么弹？怎么弹的细微脉动一路弹，弹到有一个关键是3月27号，哎、欸，这边推了五小段。有没有这个3月27？推这个关键的日子啊，你要注意那个结构很关键的那个时刻，像3月19那个很关键。好，那3月9号那个很关键，那一个推动往下出跌形成，那个很关键。那3月19落底那个也很关键，有没有？那3月27它反弹某一个脉动告一个段落，这个很关键，有没有？这当天都有跟你很详细的叙述。哎、欸，如果它有小 A、B、C， 这 C 走五小段，它势必还没有，它势必要先来来回回整理。那果然这个地方一直整理，今天才过，头今天才过9910哦。
有没有？好，这个 A、B、C， 这 C 走了五段嘛，有没有？都开始这边整理整理，好，整理整理。那整理的过程了哈，我说大概有机会是一个大 A， 然后大 B 就比较复杂，这边整理了嘛。好，是昨天了哈。我说如果这个大 A 他这边 A、B、C， 那这个大 B 他有没有觉得像今天过高？等会他今天过高是不是就不是大？也有可能，因为这个大 B 破有时候来回区间震荡，有时候还会过高，有时候下来破那个这个短暂的短底，有没有？那这样的震荡还是一个大 B 破，除了它一直往上拉，那就是怎么样 ？B 破结束就是变成一个C破往上了嘛。哎、欸，我也写一个大 A 大 B， 就是我说它这个大 B 一旦形成以后，其实对后市是比较正面发展的嘛，因为它大 B 大 A 完，同样这个大 A 破完以后，大 B 破完，它还有一个大 C 破嘛，这个大 A B C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走 C 破了、啊？啊，今天我们看今天啊，今天这昨天四月六号，今天四月七号，今天有过高哈，10020哦，过了110点，这边9910哦，这边高的10020，好，这个如果一个大 A 波，你这个大 B 波，如果它往上一直推的不是 B 波，那 B 波就横台整理完就已经开始走 C 波了嘛，那你开始走 C 波就就一路往上攻了，所以你这个地方哈，如果说它你判断它是一个大 B 波，你逢高做空可以。你停损设好，因为它防止它整个开始走西坡上来，那这个如果走西坡上来，其实它反弹幅度就会很大，好，那如果说它直接拉上去走西坡了，我判断它就不是大概不是一个 A B C， 它会应该从这个地方8268开始算哦，它大概会走一个五坡结构，不然否则一上去就很高了。它五坡结构这时候1 2 3 4 5啊，好，这边一个脉动，这边脉动嘛，对不对？你1 2 3，然后拉回来4，这个地方整理一下，因为这个地方整理的时间很短，直接拉出去的话，这个大 B 波的可能性不高。我说那大 B 波它一定要来回一直在那边震荡，震荡时间会拉很长很长，一个区间。那当然这个区间很大，那这个大 B 波震荡来来回回来来回，那时间会拉很长，那才是大 B 波。如果他现在马上，比如说明天开始，哎、欸，又往上比较明显的往上推升上去的话，那不是，那应该是怎样？从低点算来，他应该，因为你这个大 B 波完一个大 C 波，那个幅度太大了，太高了。好，因为你看这个 A 波就长这样，那 C 波不是很高吗？可能性比较高是说，这个很快往上拉，它变成说它是一个1 2 3，然后整理4，然后第五段。那所以呢，这样的架构啦，第五段出去就不会像那种整个大 C 波出去那么高。那还是一样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个再出去的话，它是一个第五小坡的话，你还是要注意到它反弹的那个满足区啊。好，随时就是说它高点可能，总归一句话，这个反弹也或许，哦，明天又还有高点，后天有个这个就大概，如果明天马上就有高点的话，那就是第五坡往上了。好，就第五坡往上，那第五坡往上你要注意，它就是第五小坡，随时就会停，然后你要注意它的一个，还是要谨慎应对的。谨慎应对，好，因为它可能就有机会就随时就开始拉回了，好，直接就开始拉回 ，OK， 急跌崩盘可能性暂时是没有，因为譬如说你现在走了五段，都假设它1 2 3 4 5段，那开始拉回，顶多在那边刺激上去还要混一段时间呢、啊，那变成说这五段它才是一个大 A 波，好，所以这个结构你把它沙盘推演，如果直接很快就攻上去，大 B 波的可能性就打叉不高。好，因为它大 B 波，我强调它的结构、它的特性啊，好，一定要来回震荡、区间震荡，时间要拉很长很长。好，不管穿头破底、破底穿头，不管那时间要一段时间，因为你相对比例来看，你这个结构 A 波走那么久哈，这么久，那你 B 波就这样而已，因为你只有往上攻上去的话，这个 B 波就时间比较短了一点了，可能性不高。那可能性不高，可能就是这个整理的细微的波的整理，就是1 2 3，然后这个整理4，然后5，这样的可能性比较高。好，所以这样的话，你把它全部把它分析完之后，好，那我要来拟定策略，我要来怎么来应对进退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如果逢高去空它，当然有机会空了，哎、欸，它也是第五波结束啦。美股来看啊，我们讲坦白，美股今天来看那个细微脉动，或许还有一个高点，可是那个高点也是怎么样，也是第五小波，就整个反弹的那个第五小波，某一个脉动的第五小波。哦，所以说美股今天冲高，再过高，再做国内过昨天的高，冲高以后很有机会是过高以后拉回来。那你看它拉回来的幅度怎么样？如果拉回来幅度还好，如果拉回来幅度非常大的，你就要特别小心。那当然就会影响到台股啊，对不对？当然会影响到台股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或许
美股今天在往上，那势必电子盘可能还有一个小高点，可是那是不是要往上追？我个人认为不是，然后你要注意它的架构，要注意它的结构。好，大概这样就有策略就可以，因为一样，因为现在的行情啊都比较大，不整个震荡幅度都比较大，不管你做哪个方向都一样，那停损你要设啊，谦卑面对。做行情没有那一定对，可是你谦卑面对，我要怎么来运筹？这个是要拟定那个策略，就是要谋略。好，我这个地方我要布空单，为什么布空单？为什么布空单？如果说啊布空单，我他也许我做到他第五小波就是最后的结束点嘛，那空下来当然是最高点。可是那如果他是一个大逼迫震荡，今天弹上来这个创高还是假突破，所以我逢高空它，这个下来这震荡的话，其实幅度都很大，因为这10020这9266这有800点，它的震荡期间至少要800点。好，所以你要去怎么样拟定策略呢？这个细微的脉动啊，通过那细微脉动其实还算清晰啦，还算清晰哦。通过如果你有兴趣认同理念的，欢迎跟上脚步来哦。那这个部分现在现阶段的一个震荡，它会影响到整个比较长线趋势，这个也是蛮重要的。不过这个，因为这个大逼迫的架构了，你看它怎么走，好，你看它怎么走，好，这种结构，这是期权的部分。同时你有兴趣认同理念的，然后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脚步。我说结构还算清晰哦，同时结构还算，而且行情是很大，很大。同时你不要看不懂，不要乱做。好，那做人有把握就做，你那做了以后怎么样？你停损一定要以小博大，以小博大。万一不对，你赔小；万一不对，你就是要赔小的。啊，对，你要赚大的，不然你就不要做。好，不要做做看，做做看。有时候现在做做看，做做看，一不对，那个哇，那行情都很大，怎么那行情都很大哈？这是期权的部分哈。有兴趣认同理念的，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啦。我说画面的这个右下角 QR code， 欢迎你手机扫描哈。这是我们 Lite 免费的群组，我这每天都，这你把它扫描以后按加入就可以了。我每天我都会写一篇。亲自写一篇盘势解析，然后附图解说，好，咱们整个盘势架构，然后最近也都会附一些个股的部分，好，个股我们挑的个股其实那个稳定性很够，好，它后面那个营运动能其实我都筛选过了，都筛选过了，啊，也不是一大堆股票一大堆没有，我说你持股就是要精选，要精简，啊，常常买我们买的股票常常都买在那什么，真的量真的不多，不好买，量不大，可是常常那都是相对低点。都是相对低点，好，好，那个 QR code 欢迎你，这是我们免费的 LINE 群组了哈，有空你就把它扫描按加入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看个股的部分来，如果个股的部分我说重点就是你无论如何行情怎么样变化，就是无论如何你在赚钱之前一定要先避开风险，要先避开风险。过年前很多封关的时候呢，都留一大堆个股，哎，就看好今年怎么样，那个一下来就是1000点了，不过这1000点很多。这1000点很多个股大概都跌停板，几乎都跌停板了，然后就跌了2-3根，然后就一路开始慢慢下来。这一段整理的过程，很多个股是没有反弹就一路下来，还在下还在下哦。可是你要选对个股，在这一段就也都可以赚到钱，有没有？这一段都可以赚到钱，你这一段下来就没办法了。我说那个主跌一下来，你要做多单赚到钱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很难上加难的，有没有？事实证明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我说你那个这一段。避开1000点完，你这边可以做一阵子的做多的个股，没有问题，还可以赚钱，都可以赚钱。那你要懂得出完这一段，无论如何避开，因为你这一段没避开，这一段至少没挡过股，至少都1根以上，2根3根。那很多这一段还继续跌的嘛，那这一段是全面性的啦。很多个股不是1根2根，是一段两段这样子，都很大段哦。你那没避开那个都整，你这个地方反弹都没有你的份，所以我说那个节奏很重要，你要踩对。那我常常会把大盘跟个股没关系，那个是乱七八糟讲话，怎么会可能没关系呢？你大盘不好，你个股要，尤其是那种崩跌式的大盘，你个股要好，几乎是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不要骗我啊！个股表现不是这个样子。要看什么样的盘，你盘整盘个股表现没有问题，你这个崩跌盘，你所有股票都是一大段下来了嘛，你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呢？所以我之前一直在跟你讲说要谨慎应对，那之前大盘我讲了很久很久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说那个关系到你个股的一个偏多式的布局还是偏空式的布局，你要不要布局，重点要不要出清，要不要把现金留在手上，所以那个节奏你要踩对啊。那相信
我们会员都很清楚啊，点滴在心头，从这最高点12197，然后这样一路下来3700点，哪个阶段我们去买股票，哪个阶段呢空手把资金呢全部放口袋，每一个阶段都做得很好很清楚，相信会员都点滴在心头，对不对？该出清就出清，有没有？那该做空我们也有做空啊，该出清就出清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一直在选股票在买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同学，你看我们选的个股，虽然说不是很标，可是呢稳定性都很够，稳定性都很够，有没有？稳扎稳打，好，同学稳扎稳打。我说这一月二十最重要了，同学，这一月二十你没避开，你这一月二十是封关那一天，我们把股票全。有没有？你看，目前全部我们都空手，这是各级会员哦，不是只有一级会员，各级会员尊龙特别普通双股单股，全部都空手。那新春看盘再战，这第一步就先避开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那所有股票都跌停板，一开盘当天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始以后呢，全部避开以后，开始再重新来买股票，那就先立于不败之地，那就可以做这一段，有没有？这重点了，好不好？那个结构你要搞，就可以做这一段。那这一段就有很多个股，就是真的标准的叫什么？个股表现，个股表现好。那开始来，我们讲从昨天开始跟你谈啊，这几天谈的，我说最，因为我都在挑类似这样的个股，有没有？我说最，因为它推了五小段，那所以这个大概都横台，那很可能就直接往上攻，有没有？比如说61的经验，好，我们会去买这个股票，我才会跟你讲，才会跟你介绍哈，不会去讲一些有的没有的。好，这我们跟当天，像比如说4月1号，我跟你讲这个股票经验，就是4月1号我带会员去。布局买这个股票，那时候都量都很少。同学，你仔细看，像这种四月一号，这个黑 K 棒这一天，哎、欸，不，这起涨的前一天，你这个量真的是不大啦，同学，这量真的不大。可是买完以后就连涨三天，有没有？就连涨三天，啊，不大，我说不大反而是布局，但是连在这个地方，有没有？这量真的不大。同学，你仔细看，这是小时线哦、喔，这真的是。量比较缩，那这个地方是反而是好买点啊，有没有？四月一号，哦，这今天你看它今天82.5了，今天又大涨，今天大涨有没有？虽然说没有涨停，可是至少买完以后开始都怎样？买完就开始赚钱，赚钱以后就慢慢的脱离成本区，对不对？那这些现阶段的个股，你要懂得怎么样拔档，懂得怎么样续报，这个更重要。以现阶段来讲，好、哦，当然选股是更很重要，可是。选对了，你要怎么样的区间？要懂得拔档，要懂得怎么样，先获利一趟，然后重新再买或怎么样，这个很重要，可不？这个也很重要哈。好，经验嘛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昨天跟你谈的，但是这个它短烫了，它短烫，可是短烫给它买，也可以涨到六，得涨到这5.89%。好，那当然这个相对位置啊，这相对位置当然底是做一段下来是涨这样1、2、3、4、5段啊。昨天跟你谈到，那你自己去算，如果说它有机会谈到。刺激市场区，其实它有它的空间，有它的获利的空间。当然，这种大型股，你它退一小段，总是要整理一段时间，这个比较慢，没办法那么快，这比较慢哦。可是你那个整个方向，比如说这股票，它可能2个礼拜后、3个礼拜后，它有机会在哪个地方，你要有那个眼光，他问你要那个眼光，判断得出来，要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这是3481的群创和这昨天大概跟你。谈过了哈，其实净值很高，净值还24块啊。好，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评估，然后净值24块，所以在净值以下都可以买，那是大错特错。好，那绝对不能有这种观念。然后净值那么高，所以我买了它只要回净值就好了。净值是清算的净值啊，啊不是公司真的有那么多价值，到时候清算还未必有这个价值。那先以现值去评估的嘛，你真正卖掉有没有那么多？未必，好未必哈。所以它净值当然是一个参考作用。是一个参考作用，有24块啊，这个群创的净值有24块，哦，有24块。好，那我们不要看它净值，我们看它这个结构啦，细微波的这种技术，我们就线论线了，这1、2、3、4、5段，好，所以因为这段很长，所以这个地方只要回测试一下，其实是有它的相对的空间啦，是有它相对的空间。好，这是3481的群创，啊，今天表现也不错哦，就最高涨到6.295，5.89%，好，这个股票可以涨那么多也不简单，好，也不简单。好，那昨天是不是跟你谈？哎，前天的是4月6，哎，昨天对623的旺系嘛，哈，623旺系，我们就说这个结构的，哎，都有机会上去，都有机会，哎，直接就拉上去，因为这个地方都横台，你要注意它的横台它是怎样，它先推了一个脉动，那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小五坡，然后一个横台，完以后呢，横台是量缩的，都有机会直接拉上去，啊，变成说，当然拉的高拉的远未必啊，它至少一个小西坡，你就先立于不败之地，你在那个。
横台的量缩的一个低点的相对布局就没有问题，有没有？今天有没有在涨？今天也是涨了5%多，来到56.7啊，好，来到56.7啊。那你如果在昨天布局，是不是都很漂亮？因为你昨天一布局，它尾盘就拉上去了。等会你昨天一布局，它尾盘就拉了，你就先怎么样？先获利，然后今天又继续拉嘛，今天又拉了5%多嘛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结构嘛，这个结构，昨天还有一个节力也是啊，然后呢，这三档结构都一样，这边是不是这样推了一样？然后又有一个横台，也是量缩，那量缩你就把它拉上去，没有问题。昨天买了也是尾盘就先拉，拉了，今天续拉了84块钱，也涨了5%多，也涨了5%多。好，我们选股还是没有涨停板，可是至少都还不错，涨了5-6%，5-6%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昨天买了就先小赚一点点，然后今天再继续往上走嘛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是节力嘛，对不对？节力好。那跟你谈的2368，今天时间不太够，最近时间，同样你像2368金像店这种结构啦，之前这一段跟你说，它是一个主升段，就是这样。我说这个是一个很标准一个初升段，这种结构哈，这种结构我讲很多次，这样主体它是一个初升段，然后拉回来二，然后现在这主升段正在推，现在这个三呢，我看现在这个三还在推，因为这个三从哪里开始？从这里啊，前面这个初升段是在这里长这样，在这里有没有这一段？它是一个初升段结构，长这样，然后一个整理完，这边推出去的话，这一组不是哈，这一组我判断，因为它是没有量，没有量，这一组不是，它从这里开始，所以变成说这里是三之一而已啊，三之一拉回来三之二，那现在是三之三的结构，当然三之三也会结束，也会结束，可是这个结束的话，你要注意，我们看到最后一张图了哈，这个过程的，因为最后一张图来，今天呢哈，今天又冲高29.2，我们今天冲高29.2，那它。这个三之三是从16.25上来，这一段这是小时线哦，从16.25，这16.25是哪一段？是在这里，这一段16.25这样推，每天都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10天红棒，小时线它有震荡啊，可是这个幅度都震荡都不大，有没有这种整理都不小，这个比较大一点点，这个比较大一点，所以这个结构其实看起来哈，应该啦哈，如果说有机会有拉回都还是买点，拉回都还是买点。好，它整个结构呢，应该都还没有走完，好，还没走完。那如果走完，它可能整理的比较久，因为它这个三之一、三之二、这三之三，如果三之四完了以后，整理的时间就会久一点点了。完了以后，它还是有机会哦，还是有机会哈。这2368金像电，啊，另外一档瑞奇电通也是跟你讲了很久了哈，这不再赘述。今天又冲到了127啊，头部今天是不是来了127？好，因为这个结构我跟你谈了很久了哈，这不再赘述了哈。61的瑞奇电通，好，我说个股的部分啊。持股要精选，要精简是最重点，这样才可以真的赚到钱，才可以真的赚到钱。好，各级会员，我们最多就是这样，坚持这样中规中矩的做，认同理念的，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。我们先休息一下。进化才有效。黄老师经研多年波浪理论，首创进化波浪更胜波浪，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，转动全世界，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。咨询专线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谁说有钱人不做期货？期货是最佳避险工具。韵达投顾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后康弄底家啦！即日起升装韵达投顾 APP，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及时解盘，有机会得到标股讯息，还有产业最新讯息。立刻搜寻韵达投顾 APP， 或电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酒驾罚很大，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，再犯才累计加重，罚锾无上限，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。二，呼气酒测值达0.25毫克以上，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。三，酒驾再犯，拒检及拒测再犯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，没入该车辆。四，酒驾重新考照，需强制加装酒精锁，找别人代吹也不行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。五，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，不得再申请考照。六，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。酒驾零容忍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
回到节目现场。不过这个地方的细微波的脉动，然后我们讲坦白了，它的变化会比较多，变化比较多，可是结构还算清晰。好，这个细微脉波，刚跟你谈的，我说有一些一二三四五，还是说还是一个大逼迫了哈。可是它你要拟定策略，都还是怎么样有应对的策略可以去跟它怎么样去应对。好，这个结构还算清晰，认同理念，你跟上脚步来哈。我说欢迎你手机扫描 QR code 加免费的这个 LINE 的群组。我只有出色伙伴才可以帮助你看到远大的宏图，祝大家操盘顺利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进化才有效，黄老师经研多年波浪理论，首创进化波浪更胜波浪，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，转动全世界，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。咨询专线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谁说有钱人不做期货？期货是最佳避险工具。运达投顾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后康弄底家啦！即日起身装韵达投顾 APP，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及时解盘，有机会得到标股讯息，还有产业最新讯息。立刻搜寻韵达投顾 APP 或电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也需要喘口气啊，我快撑不下去了。1966，我是个案管理师，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。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，你偶尔会需要出差，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，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，每次只需要负担。